十四檔嘅酒王盛水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二場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賽事準備。飛速喐動唔係好大喎呢場嚇，準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咧，咁啊有隻馬大慢閘啊，酒王盛水啊，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有呢只贏男啦、福建精神啦、內欄咧，仲有仔仔女女啊，第四位咧就係呢只樂友贏內欄，第五快利多，中間仲有白玉海泉啊，喺外邊咧仲有轟炸機啊，最後一浸嘅馬啦，先有風花雪月內欄啦，咁啊中間橙色眼罩黃龍大師，出邊咧就係會心微笑啊。內欄位置啦，咁啊紫色衫酒王盛水上翻啲啦，咁啊明陀珠流啊喺尾三啊，尾二北飛蝶影，咁啊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星光活力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星光騎士啊，轉緊翻中間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啲贏男噶，跟住第一位福建精神啊，外邊有樂友贏啊，埋邊第四位咧就係仔仔女女，中間快利多白玉海泉，外邊轟炸機最出會心微笑啊，後啲內欄位置困住咗喎，呢只咧就係風花雪月，睇下揾唔揾到位啦，最出上緊嚟仲係只北飛蝶影噶，兜到嚟追。最後咧三百米到啦，前面贏男佔先啊，福建精神第二位啊，咁啊見到風花雪月喺埋邊揾到個位穿跟上嚟噶啦，再見到中檔位置咧，仲有呢只咧就係轟炸機啦，埋邊仔仔女女啦，外邊北飛蝶影啊，最後一百米風花雪月騎幾步已經係脱穎而出贏緊噶啦，福建精神跑第二啊，仔仔女女第三，咁啊星光騎士咧就跑過第四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咧，咁喺埋邊嗰扎馬喎，呢只咧風花雪月，咁啊其實最後咧，咁啊三百米以為冇乜位，但係揾到個位穿上嚟就贏啦。福建精神第二，仔仔女女第三啊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呢只風花雪月啊，喺個馬林中間一揾到個位就有啦，捐上嚟贏。喂，但係跑第二呢只福建精神啊，真係難搞喎。第三啊，仔仔女女都係難搞嘅。第四咧係呢只星光騎士，英快嗰啲又唔快，咁即係去曬邊咧？呢場啲馬？拗曬頭啊！好啦，47蚊贏啊！最後呢一隻風花雪月，果然嚟香港贏場 Y 昂嘅處女馬賽已經平你69分都唔係話少噶啦。好啦，睇場內影片啦。星光騎士發脾氣咁啊，跟住到呢一隻走黃勝水，影響到佢啦。喂，但係呢場係咪好奇怪咧？睇下啲馬嗰啲形態，飛成頭轉25秒19個總時一分11秒43，呢啲係五班都快好多嘅喎，應該。所以你會睇到啊，點解連快利多都已經喺嗰個位咧？咁應該快嘅馬又去曬邊咧？林陀主要起步唔知點解會喺咗尾三尾四嘅位置嘅。有贏呢啲本身唔係快腳嘅馬，而家已經衝咗上去第三位啦，贏立咪贏一里嘅。咪係咯，仔仔女女其實應該係可以快嘅馬嚟㗎，咁啊唔知點解又快喎一檔。林陀主真係縮咗喺尾三，結果喺後面翻嚟啊，唔知只馬咩事啊咁啊。咁啊，結果點咩咧？慢步速咁啊，益嗰啲喺入邊慳位嗰啲馬㗎啦。咁啊，結果呢一隻。風花雪月沿途貼住條欄，睇有冇位咁解嘅啫。好啦，咁啊，國能喺度跟啦，跟下跟下，咦喂，點解呢只冷門有喎？跟呢條跑線啦，咁啊，跟啱咗咯。其實呢啲咁嘅所謂我哋嘅理念啊，慢步速嘅咪內欄啊，中間啊，根本我都唔識得點樣去講，係咪？可能次次場場都唔同啊。你睇後面嗰扎咧，由第可能第四至到第11名咧，都相差可能都唔夠2個馬位啊，堆個終點。哦，分段頭兩段慢到25秒19、24秒19啊，每段嚟到22秒05啦，總時間1分11秒43，係慢個標準時間1秒6線3。